哎，别挤我！哎，哎呦，我怎么站僵尸头上了？啊！二师兄救命！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霹雳国王小薇。今天我们来抽选的是这位叫做穷神928的小粉丝，让我挑战暗夜危机，两把喷火枪吃鸡，还不可以打人机，另外还要带上二师兄和鸡哥啊，不能用投掷物。鸡哥我是不指望了，不过你们的梦中男神二师兄又来了。哇！还有啊，既然没有要求其他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到最后吃鸡的时候，手上再拿两把喷火枪就行了？哎。Round 1，哎，来来了，放心，我肯定不怂。虽然不是经常玩这个模式啊，不就是个小小僵尸吗？二师兄，你等会被抢我的啊！不行啊，圈刷过来了，要不咱们进圈再打吧？哎呦，别说，还是有一点可怕的。这音效怎么这么瘆人呢？嗯，这个炮楼不错，哎，没跳上去。啊，哦，小意思，都够不到我呢。哎。我怎么上去？小薇要我帮你吗？不用，不用帮我，我能上来。啊，二兄，你看啊，我子弹没捡够。嗯，要不我爬上来看你打吧。不行，我是真没子弹了，我不是划水。要不你帮我捡个喷火枪吧？看我的挑战都还没开始呢。好吧。哎，手滑。啊！救命！救我的枪啊！二师兄加油，二师兄最棒。快让我吸引火力，现在下面僵尸不多，说不定我可以捡马枪。哦，我去，怎么还有这么多？啊，二师兄，你快，你快拖住他们。嗯，有个箱子，肯定有枪。啊，别追我啦！二师兄，救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Round 2，怎么又来了？二师兄，前面有房子，我先跑了。好像没人追我，啊！快跑！救命啊！哈哈哈哈，快快快快快，上二楼，他们来了！啊，你说卡窗子？我不会呀！啊！啊，救命啊！你不会卡窗子啊 ？Oh no！ 哎，好了，快过来，我出来了，瘦死你们，让你们追我，也不打听打听我王小薇是吓大的吗？哈哈哈！快看，啊，这胖子都被炸得飞起来了。哎，别挤我！哎，哎呦，我怎么站僵尸头上了？啊，二师兄救命！我是不是动不了了呀，二师兄？他们把我卡住了，我动不了了！啊，救命啊！吓死我了！我差点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啊，我们待会儿能不能先打人啊？哎，不行，我受不了这苦。嘿，打不着。对，就打二师兄。啊，救命啊，师兄，我怎么又掉下来了？哎呦，救命啊！ Round 3，哦，终于天亮了，小伙伴们看好了啊，我现在可就是两把喷火枪了。哦，待会儿不许说我作弊啊。二兄，你跑慢一点啊，待会儿又来僵尸了怎么办？害怕了？我不害怕，谁说我害怕了？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原来是过来打人了。那你加油啊，要是有人冲你，我就拿喷火枪烧死他。哦，哎，八倍、六倍、四倍镜，我是不能捡了，眼馋啊。二兄，你去哪里？你别丢下我呀。好，哦，挺包啊，那我在这棵树下等你好了。啊，只剩三个敌人了，二师兄竟然还愿意把三级头和三级房给我，哎呦，真是太感动了。哎，来人了，不敢动，不敢动，不敢动。哇，厉害厉害，今天吃鸡可能要靠二师兄了。嗯，嗨，我还以为是真的大白呢。哎，有人打我，我去，我竟然吃鸡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今天挑战成功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想看的吃鸡挑战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